台湾戏曲学院为了要传承咱台湾的本土语言，伫共一出戏内面加入台语、客语、华语，除了语言的传承，也伫咧表演当中加入台湾特别戏团的本土乐器喇叭弦啊，希望利用即届乌江三省艺术节，把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落去。王子用歌戏的声调演出森林七矮人的故事，特别的是派心的风箫唱的是惊戏。也那新歌善良的公主是用客语来唱客家大戏。是台湾戏曲学院的秋季公演，即届特别加入台语、客语、华语三种无同款的语言来扮戏，让演员感觉真有难度。不过，这嘛代表台湾这片土地本来就是多元的族群组成的。拢足听无的，因为我的对手是客家的白雪公主。俺是汉人，俺是来到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方面，掌握给客家话，蛮有难度的，因为。平常不会在一个舞台上面听到那么多语言的。这个戏曲音乐系学生所演奏的，号叫做喇叭弦啊，这是台湾在1937年发明的本土乐器。当时日本推动皇民化运动，禁止台湾人演奏传统的民俗乐器。不过台湾人嘛，足巧的，随发明出来这个喇叭弦啊。喇叭弦哦，会当算讲是咱台湾唯一的哦，咱敢那咱台湾有，因为都是迄个时阵日本时代禁国乐嘛，台湾人都是搞变巧嘛。喇叭弦一般是用在客家大戏和歌戏，这次戏曲学院特别将喇叭弦加入演出，希望未来会当加入京戏表演。除了乐器和语言的传承，戏曲学院嘛特别加入 AI 技术，将咱的语言文化注入新的活水，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